这里是用五彩缤纷的艺术外衣装扮整个村庄的美丽的壁画村天地渊路，将在这里见到的作品 是16号作品 Wind of Taiju 济州之风，烧制成手工艺陶瓷的小片瓷砖，绵延的犹如风沿墙扫过一般，刻有轻轻吹拂的济州之风和海女、石头爷爷脸庞的模样， 非常小巧可爱，听说还可以用象征济州的海女和石头爷爷的可爱形象体验拓本。